那现在呢，我要送他们一首歌，这首歌就叫做《我已经准备好了》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给你。其实呢，在这里呢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，那就是当你喜欢小动物呢，千万不要只是想要拥有它，要像子萱一样，带着想要照顾它、了解它的心呢，好好的可以给它最棒的生活，这样子才可以一起毛起来幸福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拜拜。